那在拍照的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装置艺术，远远的看可以看到好像一个大麦克一样，有不同的一个感受。那你可以看到装置艺术展现的就是我们台湾麦当劳独一无二的产品的一个特性，我们的大麦克。那再结合了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创风情还有建筑特色，可以看到有铁花窗、洋花玻璃还有花砖等的特色融合，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拍照超可爱的，记得露出前面的镜头。好，不要遮住彼此，要露出镜头来。那难得来到这边就是要一起拍照，那各位帅哥美女要帮我看前面呢，请朋友帮我遮画面，一二三 cheese 叫咪咪。OK， 要邀请大家千万不要害羞，都可以上来拍照。团体照有不同的风格，个人照也可以拍出你的文青跟王美风哦。邀请大家都可以上来拍照哦，欢迎。找一下你的摄影师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婆婆姐姐，哇，可以走上来一起来拍照哦。对呀，我们可以拍王美，王美从小养成，来来来都可以来拍照啊。姐姐们可以一起来拍哦，可以走上来拍哦。对，然后你也可以躲到后面铁花窗里拍也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照片来拍照哦。所以邀请大家千万不用害羞，都可以走进来拍照。